但是他这个不可能有多，所以一定要。 就走路啊，对对对对，哎那个，哎你管着他哈，来他，6个小时手术时间，但因为这个手术它是集中了所有心脏手术的各方面的这个细节和手术的这个程序是非常复杂，调整，如果是。 没有特殊的这个，那他这个人工心脏，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有一些有，所以说他随时随地都要保持这是有电的。那么这种电的呢，它来源一个是直流电，那就是说我们给他用电池，还有一种就交流电，就插座。所以他在家里面这个活动的话，随时他都要绷着晕眩。